因为今天是我舅舅的忌日。妈妈生日快乐。你是9月29号出生的，真的吗？妈把过去藏好，永远都不要开口。要是敢说出来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妈，听到了吗？我们去警察局吧。那好吧，我只好去找刘夏恩，把这一切全告诉他们。要伤害您女儿还是离开这里，您自己决定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想知道就一起进来。去找你妈，问问你到底是谁吧。什么？我是谁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戏剧台幸福套餐店。